但所以你能不能玩一玩我设置的关卡呀？艾迪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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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咋？哦，好霸气的名字呀，老大！一刀斩？什么植物是用刀的呢？植物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僵尸里肯定有老大。Nope。好家伙，又是这种在地图是吧？而且果然有老大呢，还贴心的带上了水桶。Nope。What？龙舌兰四阶，这关我建议改为丝绸之路。What？老大，我还是第一个上场的呢，我走在了第一个。干得漂亮啊，这位小僵尸！老大，你干嘛还不种植物？等等，好，就是现在。无产。果然是一刀斩呢，这行僵尸全搞了。The zombies are coming。老大快看，你们的大军来了。 No， 不是，对自己都下手那么狠。我也不想啊。 Later。 好，下一位小僵尸大嘴。哎，巴拉巴拉巴拉巴，我又画了五次。措手不及，辣椒打旗帜。老大，这关僵尸全是。哎呦，你干嘛？你叫我怎么励志啊？你干嘛？哎呦，这关一个矿车，看来是想要我用地刺杀纸鹰。OK， 让你们看看我的手速。杀杀杀杀，全部都是僵尸鸡。哦，来了，最后一波。啥？就两只纸鹰和一个炮灰呀？呜呼，这关也太简单了。小僵尸们，拜拜。